节目中的意外事故，沈腾和谢娜录制节目时由于节目组失误导致录像带毁坏，谢娜现场发飙：我怎么可能啊，怎么了怎么了，不是你们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，这怎么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呢，你先别录，先别录了，先别录了，沈腾后面还有事情，不可能的。看不下去的沈腾当众晕倒。怎么了，太热了。章子怡在拍摄电视剧时，袖子被木棍挂住，导致胳膊和肩膀受伤。别动，第二个，来了，玩，你玩，来。孙艺洲在录制一档滑冰综艺时，由于训练难度太大，直接离场罢录。鞋给我，没意思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还有啥内容？没内容，我收工了。孙艺洲不高兴了，在屋里急眼了。果真是够人性啊！王宝强在录制节目时，由于速度过快，直接栽到池塘中。金莎出席活动时，前一秒还在高高兴兴的唱歌，后一秒就中暑晕倒了。